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纽约州美容专业化妆考试的示范。化妆的产品包括 foundation、concealer、face powder、eyeshadow、brush、遮瑕膏，有。粉底霜，遮瑕膏要比粉底霜要强一点。然后 face powder 眼影，眼影最少两个眼水以上。胭脂、唇线笔，唇线笔要事先把它削好。唇膏，唇线跟唇膏应该是同一个系列，唇线笔稍微比唇膏的颜色深一点点。还有眼线笔，眼线笔也需要个 sharpener 把它准备好。还有 eyebrow pencil 眉笔，还有一些化妆的用品，比如说cotton， 然后胭脂刷、眼影刷、一次性的涂唇膏的 applicator， 画眼影用的涂唇膏用的，还有打粉底的方块。那第一步化妆需要做的是 apply concealer， 就是通常是有黑眼圈的地方涂一些 concealer 就可以了，或者眼周围。如果是真人的话，看到任何有遮瑕的地方，brown color 就涂一些。化妆只是考试化妆，就是涂一些，黑眼圈的地方。遮瑕膏 concealer 通常比粉底稍微颜色浅一度。foundation 的选择，那跟Mannequin 的颜色接近，就是 natural color 比较适合，也不要太深，不要太浅。好，第二步呢 ，apply foundation， 涂那个粉底液。考试的化妆是日妆，那我们用液体的，把它涂均匀。涂粉底霜的重点就是要均匀，包括鼻子的地方、嘴唇、下巴、脸侧、颈部、额头，可以做一次或者两次。如果颜色不够均匀的话，可以foundation 涂两遍。涂粉底霜的时候的手力比较要均匀一点，通常鼻子两鼻翼两边会有血丝或者色是不均匀，这个时候就需要鼻子两边要上到粉底霜。包括上唇、下巴、颈部，foundation 可以一遍到两遍。
上唇，上唇也要 foundation。难道可以压一下，让它渗透？颈部的粉底霜跟脸的粉底霜一致，第三步 apply face powder 定妆粉。定妆粉可以用棉花球，或者棉花 pads， 或者那个 loose powder brush。定妆粉的作用是让皮肤看上去比较亮丽精神。均匀，好，下一步 apply eyeshadow 眼影，眼影部分最少两个颜色，化妆要求是日妆，我们可以把眼线的地方先加重一点，深颜色深一点，因为 mannequin 里面没有眼眉毛，所以可以稍微打深一点，看上去会精神一点，眼睛大一点，然后用 Q-tip 稍微把它打均匀。眼角会宽一点，眼内线可以轻一点。手轻轻的，眼线这个部分打均匀一点。第一，然后我们眼角加深，在化妆的效果，因为客人是闭上眼睛，所以眼角方面加深，眼内角浅一点，这样看上去有神。好，中间部分开始浅一点，然后到内眼角，然后如果眼粉跑到周围，可以用 Q-tip
在眼影就差不多了。再把它弄均匀一点。再加深一点。亮的地方再加一点颜色，直到上到颜色足够。画眼线 ，apply eyeliner。由里向外。轻轻的，手要稳。如果眼线画出了修饰的方式，就用 Q-tip 沾一些 foundation。Eyeliner 的尾巴部分可以加重一点，只需要上眼线就可以，下眼线不用画。好，画完一个眼线，再画另外一个眼线。通常眼线笔第一次的时候比较线条细一点，第二次再画另外眼睛的时候线条会变得粗，所以你用 sharpener 再把它 sharpen 一些，或者发现粗了，那你可以用 Q-tip沾一些 foundation， 把的 eyeliner 那个线条弄浅一点。好，下一步眉毛设计 ，eyebrow 测出眉头、眉峰跟眉尾 ，make sure 两边的眉毛很均匀。由眉头到眉峰大概60度，由眉峰到眉尾45度方向延长线。手的力度均匀。眉毛线条不要太粗，不要太长，大概5cm 就可以。眉头的最低点跟眉尾的最低点差不多在同一水平线上。觉得眉毛粗不够粗可以轻加。好，然后另外一边眉毛，
再量一下，看看那个尾巴的长度。这是一个标准的 classic eyebrow design。整个化妆部分，眉毛设计跟眉毛这一块是最难。再检查一下两边眉毛的宽度对称。然后把它打均匀，做个立体感。再检查一些，跟着眉毛的生长方向补充，然后用 Q-tip 稍微过重过多的颜色，再轻轻的 blend 打均匀。眉毛做好检查均匀了，那下一步 blush 上胭脂，腮红，腮红可以用 brush， 胭脂少也可以用棉花。胭脂的部分最低不要低超过鼻子的位置，然后大概靠近鼻子，离开鼻子大概一个手指的位置。上胭脂的时候 make sure 拿的颜色不要太多，可以做 两次或者三次。胭脂加色比较容易，如果上色太多了，多余的色拿走，可以通过 loose powder 定妆粉把多余的颜色去掉。胭脂做好了，再看看颜色够不够。好 ，lip liner， 唇线，唇线很重要，尽量不要超过 model 的唇线的位置。下一步 lip color 唇膏，这是唇膏，不是唇彩哦。
啊，唇膏的颜色，唇线的颜色基本上靠近。唇膏的颜色跟眼影的颜色通常都是一个 family 系列，比较自然好看。唇线可以用 唇那个 lip brush，最好用一次性的，每个客人一个。让模特的唇的颜色均匀。手要平稳，检查一下唇色有没有均匀，有没有跑到外面去了，嘴角。如果你发现嘴角的颜色多了一点，你可以用 Q-tip 做一些 foundation，这样可以把它那个多出来的唇膏去掉。那上唇左边有点跑出来了，也是同样的方法，用 foundation 把多余的颜色拿掉，然后把 foundation 打均匀。或者补个唇线，让它的轮廓好看。让唇丰满一点，好，这就完成了。化妆包括遮瑕、foundation、face powder、eyeshadow、eyeliner、eyebrow、lip liner、lip color and brush。